啊，你们有去玩那个吗？还没耶。我你点。8:06，然后贼瑞还没来，睡着了，睡着了，估计是我睡刚才死讲了。在这。星星，醒醒，8点啦，先开呀、先开啦。还在看最烘近焙有王没有啊？亮绿灯？绿灯亮起绿灯呢？来，绿灯亮起来啊！红灯按下来。我有左点手忘记了耶！右手放下来。啊？哎哎呦，你呀，说这个忘记了吗？忘哎记呀，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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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拿掉了。哦，没事没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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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板，没事没事没事，我可以跑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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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两个，小雨，我们现在要对决了吗？对，你们要跟那个天之翼对决。天之翼，哎呦。哎呦，摔死啊！好痛啊！我再为我们展示一些别的啊。好啊，什么东西？哦，更新之后的河豚进化的哦。哎、哦，欸、没错，是不是？等一下哦。哦，那河豚来找你。哎呦，很毒、哎、很毒，哎、很毒你好毒出来了。帮忙剪一下那个河豚肉啊，好不好？啊、被压扁了。哦，你被压扁会趴去啊？对 啊, 啊, 啊，我有了，我捡到了，我就哎、欸，好，捡到就好。啊，来了，哎呀呀，今天要来玩久违的辅导创育。哦，哎，哦，地上很多东西，你最好全部清干净哦，不然等一下那个全部都算你的锅。哔哦哔哦。对，好，就好，我进去清，我进去听。还记得这个游戏怎么玩吗？忘记了，没关系，我们重新解说。但是我们需要人到齐。好，贼瑞呢？贼瑞呼叫贼瑞简一。既然他不在，等我一分钟，我去洗脸，脸好油。啊 ！Go go go！ 洗脸洗干净。喂，冲啊！波波打给贼瑞啊，波波。好，好，好。Hello， it's me 。都只出一张嘴，荒唐的。要怎么扣他？我们是无法扣他，我们无法扣他，我也无法扣他。完了，失踪人口，失踪人口了，消失了。糟糕了！你看打他 DC 会不会有通？这个年代大家都不留电话号码的。我的电话号码是09871874871。一离开那个电脑啊，手机没在旁边，就直接失踪，就直接失踪不见了。哎、欸，那你们很可怕哎、欸，我们的 YouTube 我 ，Hello 回来，不能离开电脑旁边。哎呦，call 成功了。真的假的？哦，抠到了！今天怎么没有聊天室？没关系，我相信 Jerry 会的。我们先围坐介绍。好，第一次玩的有谁 ？Bio Bio 第一次吗？我第一次。哇 ，Bio Bio 呢？他也是第一次啊，我是第一次。哦、回应，我是喵也是第一次。对。来，三个人站高高，看看这世界。哇，太高了！太高了！我太高了！下去了！我太高了！他刚刚讲了。来，有没有看到左边有座岛，右边有座岛？有有。这游戏的玩法呢？它现在有多一些模式啊？那我们就先一般模式，嗯、就是呢，一开始就只有一座岛。前面那个是后来有的啦，就是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他的新的、
啊，主要呢就是本岛跟本岛之间有没有都是一些全部都是空的。福岛创域，你们的岛屿有自己来创造哦。嗯，我们过程当中就可以建立各种的岛，然后想办法连到对方那里，然后就可以作战。那岛屿的话又会有很多，比方说可能是给你资源的，给你食物啊，给你绿宝石，让你有更多的资源，给你复活能力。对，那也会有一些是干扰型的，可能是陷阱岛，你 走路都要跑酷，我踩到某个东西就会掉下去。对，那也会有一些那种防御型的啊，就是盖高高，让你可以用弓箭射击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岛，那你就可以去购买，然后去盖。OK， 那游戏呢，主要呢就是获得分数，到达指定分数的队伍就会获胜。获得分数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挖核心，挖一下核心就会有500分。500分都这么多，对，好高。对，那重点是呢，你们可以远方看到那核心啊，就是那红色跟蓝色，那上面还会有一个守护者，有一个窟窿。如果你要挖核心，就要先经过它的考验，因为它会很大的干扰，你要想办法先把它给击杀。OK， 那还有呢，就是获得分数嘛，一种是挖核心，另一种呢就是跳分，就是有一个岛是分数岛。那你只要盖了它，放上东西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增加你的分数。OK， 没问题吗，迪叔？没问题。它很多岛呢是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放上去，把那个岛打开来；第二个阶段就是在那个岛的中心点放上岛屿的激活。它有一个是激活是放上去之后，那个岛屿就才会真正的激活。OK， 好，了解。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 ，OK。对，然后呢，岛屿里面啊也会有那个商店可以购买东西，那主要都是用铁去换，在本岛那边就会有铁会掉落，你就可以去捡，然后就可以去购买东西。好，大体上是如此，好不好？好 ，OK。看看有什么不对的，本机要补充吗？不对的。关键就是一开始的铁啊可以换很多的岛，那要赶快盖绿宝石跟分数岛，分数岛就是跳分嘛，很重要。那绿宝石的话就是大更多的好的资源要用绿宝石去购买。嗯，对，那些岛其实盖的上限都有上限，所以你就是盖满上限之后你就要盖别种类型的岛。啊，这边也可以看看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岛，像有什么西瓜岛，在那个附近就会回血。瓜瓜，对，非常的至关重要，好不好？就可以多多看看。然后本岛也有多新的嘛？我们以前好像只有到火的，现在还有 fire 蜂蜜跟黑暗风。蜂蜜的感觉好像有点难，我们等一下再玩。我们先黑暗风格的，好像比较还好。这个应该简单一点。好，然后本机还有新增一个嘛，职业。哦，有职业，好酷哦！就刚刚看到第一座岛屿，就是可以选择你的种族。哦，没有，那是要去商店里面啊。哦，那第一个岛是干嘛？是第三，就是最新的模式啊。哦，就是玩最新的模式，要到那个岛上面放上核心，然后就会跳分。哦、我们先以那个、啊、以前的对，所以那个模式，这个模式一开始的模式就没有那个岛屿了，哦，就不会有那个岛。OK OK OK。哦，职业哦，职业是在家里面是不是？对，要进商店里面选。商店里面用很多的铁也可以选择你的职业啊，职业也是可以改变嘛？对，就职业可以一直改变。我跟你无职也是没差，就是至少有基础的血量。可以多多看看核心蒸汽食物。那我们来更换一下主岛啊。好啊，换一下。对，还有中央岛屿耶、哦、我天啊，中很多岛。然后职业是那个种族吗？对，就是种族。哦，我天，好酷哦，种族种出现了。没有，只是音调不对。好，本期这后来的中央主岛又多一个，这个而已。没有没有，锻造魔域我们那时候也没玩到。是、哦、嗯，没玩过。锻造魔域是哪个黑色那个？它是可以干嘛？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绿宝石的。
中之魂都被搞抢了，资源抢起来。附魔然后还钻石装啊？附魔要钻石装 ，OK。啊，就是有附魔要钻石装那一个。哦。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哦，相信大家都很鏘鏘，放心，我也鏘鏘，很久没玩了，太久了，都没玩了，鏘起来。我们等一下就玩了就知道了，先内战简单玩，不然等一下观众说不定都跟 鬼神一样，可能更难。每天玩，随便玩，并没有。我们是空窗两年，他们是密集训练两年，就等这一刻。密集观看你的影片两年，有没有？就为了训练。地图是公开的好吗？大家都可以玩的。每天揪，每天敲碗，辅导双一快来，我已经磨练超强了。我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你说职业赛吗？职业赛辅导职业赛。没有，随机分队哦。我跟本机至少可以分开来。我觉得可以，再分一次。我是红色的，固定的呀。哎，还可以，这个可以，可以，像还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你们那边有本机，那两个新人啊，妹子队。你这边有第一次玩的迪叔，嗯。小雨加油！好的，好。我们靠小雨，你看看他卡了。小雨，辛苦小雨了。没有，波波又不是对你讲话，你干嘛这样跳上来针对一下啊？我辛苦了，又不是你。我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各奔东西。如果我们这队有问题，会打999，希望本机可以来救我们。你不要救他们，再说。本机等一下一开始就跟你讲，首先 A B C 按照步骤做有没有？然后我就进去，我们现在干嘛？我们然后我们要干嘛？忘记了。很多 SOP 有没有？好开心。各奔东西。拜拜。我已经忘了，我记得一开始。我真的忘了，这个还记得吗？我完全不知道，你刚刚说什么？我知道放核心啦，才能启动什么之类的，不是吗？啊，就好像一样嘛，放分数，放回血，然后放好放我第一个我记得要先放食物，对，食物一定要，食物跟分数岛先放，然后左右是放那个钱的。跳钱还要附绿宝石。没关系，迪叔，你今天就稍微看看我们怎么做，然后。就吸铁资源，好。本期现在在挥一些奇怪的东西，高分再喷装几率，还有喷装。啊，喷装。就是你装备会喷到下面去啊。哎，本期你看一下外面的那个地板，你看得到吗？你说本期啊？对对对，那个迪叔。迪叔。啊，有你看到外面的地板吗？我上不去。我们直接玩了就知道，好不好？管他的，好，走起了，哈哈，走起，管他的。嗯，天哪，这游戏怎么玩？我的天，我在哪？还没，还是等创建。听完毕，好了，那我来喽。这钱这么多，副岛创玉，好暗哦，为什么家里那么暗？这是本岛吗？这是本岛，哦，好暗。对，本岛。后面那个就这边可以吸铁资源，然后呢，我们要去商店。我商店怎么去？先存。后面有那个，后面有一个按钮。你们刚刚下这里，这里踩或者是点告示牌都可以回来商店。OK。然后存钱，武器记得存绿宝石，要存钱。存钱。比如站在这上面，可以把铁存到那个资源里。然后我们买岛是要怎么买？放在身上。来看看哦，牛我买了，牛岛绿宝石没有？你们我拿一些铁、哦，他是用那个哎、欸，在里面的，你存了没，迪叔？我存了、啊，全部都存了。好，存很好。好，那我去放岛，那你去外面再吸铁资源。外面吗？好。对。放了，爆炸声音，绿宝石。我进进出出啊，我。你们可以再买一点其他的绿宝石，三座岛我有买了。好，我先来放。哦，他们一直在盖岛，我声音太小声。他们好像想要先去中间呢，毕竟去中间有好康啊。好像要领铁买那个盖路的，直接先去中间。
盖路岛。对，啊对啊，我没有买，太久了，欸、忘记了。看一下，看一下，他们现在都往中间去的感觉。我们牛排岛、力宝石岛有盖出来了，但是啊，对，要核心激活。对啊，核心激活叫什么？那个20个铁。迪叔对，捡铁，然后回去存起来。我刚有存了，有存了。我们现在是红队，我们铁资源很多。好强哦！对啊，超强的，超级棒，不知道干嘛的。核心激活要20个铁，有我看到了。你们有那个吗？鹿有买了没买？买了，好好好，那我去买激活核心，激活的。哎，一二三，三个激活。呀，中间这个好痛。请问绿宝石要怎么处理啊？绿宝石，你身上绿宝石有啊？六个，家里开始有，哦，这么厉害哦！绿宝石好像也可以存，是吗？不行，我找不到存的地方哎。那就收着，你收在自己的身上。那个有箱子啊，放箱子里，放箱子里。连到中间了，它可以买装备，好看。买装备。你找一下那个跟各个商人聊聊天。箱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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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箱子里，啊，我买什么？哦，这个核能台导航之前有，哦，中间会掉武器耶，钻剑，哇，哦，真的假的？哦，对，我现在超多把普通的剑，哦，还有经验瓶，不死图腾两个，黄金方块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拿了就对了。回归时，啊，哦。我在帮忙存钱。啊，那个绿宝石，我印象记得绿宝石好像不能存，拉出来就不能存了。哦，是哦。对。那可以给你们吗？你放在箱子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箱子哦。哦，好，我放了，我放了。他在两边拿铁的都好远哦。对，他们也是先盖绿宝石的，然后分数岛一开始有吗？忘记了。分数岛好像要到下一个阶段吧，现在我看是没有。好，我现在有超多剑，还有很多的黄金。未来啊，我记得是后面啊，后面有个什么增加铁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要用什么换？忘记了。哎呀，增加铁的，32个绿宝石。哦哦，所以哦，对，一开始绿宝石不能花。迪叔，哦，你怎么都没有？绿宝石我没有花，我没有花，我都放在那个箱子里。啊，迪叔，外面要记得吸哦。外面啊，外面也有，外面好像是会那个，啊，自动存进去的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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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哎，我来。记忆回来了，记忆回来了。有。但是我有点不太清楚回家的方式，我都是你在哪里跌跌撞撞。我们现在绿宝石21个，我身上有11个，所以32。再等一下。哎，欸，他是十二个啊？欸，32个啊，你不要领哦，他好像不是领的。他好像是拿那个哦，从里面拿的，他从里面的是怎样？对对对对对对，在哪里？谁？在后面啊，在后面啊！你是谁？在这边这边。你说中间有什么东西拿？哦，对对对，32个，有，欸，快到了，快到了。那我这边绿宝石先做装啊。好，我中央桥连接了，可以买更多的浮空。可以买分数了吧？看一下，我私藏很多东西。对，两座分数岛，但是绿哦，对，那个用铁嘛，好，对，我买绿宝石岛，绿宝石岛，铁要核心哦，要两个核心，好，哦，好多金砖，哦，我可以买核心，我先升我们的铁的速度，哟，升了，现在绿宝石都可以用了，好。然后我是谁？哦，我知道了。还好还好，没有一开始先观众场了，我不然他们直接就已经盖过来，然后打爆我们了。天哪，我觉得这个岛好暗哦。然后出来了，哦，你先盖分数。嗯，那我们还需要核心，因为我有盖那个绿宝石，又有核心。迪叔，你在哪？我在家里。你出来，我教你怎么盖岛。好啊，来，他就是这样子，会买那个岛的蛋，那蹲出来，这里会有一个，你试试看，蹲出去，然后点那个石英砖，下面我们下面有石英砖，
在那里，没有，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就我们要买一个压力板，然后这样踩上去，它就会盖出来。哦、Magic， 那我们看到头上这个东西，头上这个黑那个黑曜石 ，Hello， 你在哪？你那个繁星，你去看繁星，什么你在哪？这个黑曜石，现在繁星看不到是不是？嗯，啊，你们看到我们只有白色羊毛，红色羊毛，我们要买这个就是核心，嗯、要放上去。然后它会产绿宝石，绿宝石产出来会自动存进去我们仓库里面。对哦，对，所以放完就不用理它了。迪叔，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铁。啊，我来了，我来了，快点存。我们需要铁，没问题。然后我稍微帮大家看看啊，有很多铁，很多铁。钻石就是各种的，钻石装就是一颗绿宝啦，所以钻石装很容易。你要存了，存了。欸、啊，核心是挖哪一个啊？金砖吗？还是什么什么？我们核心是哪一个是核心？核心是哪一个是核心？如果去对面挖核心的话，是那个红色吧？红色的、哦、红色羊毛是不是？对对对，应该红色羊毛。有、再激活一个，我们现在力宝有25颗，其实还蛮多的，我们可以开始弄装备了。好，我要领了。好。那我继续存铁吗？复活台好了，复活台家里好了。好，我们还需要那个食物导引，应该也要多一点。食物好饿、喔。再拿一个。来提绿宝，提个十颗。食物岛是不是？哎、啊，这边有人，刚刚看。哇，这么快就来，太坏了！他是哪里？刚刚我看到本机，我有看错。对，刚刚我刚好看到，可是我不确定。人家在这边呢，还没有。坏蛋，头盔。好，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说，打他不能拿铁剑打嘛。哦，你说打守护者是不是？对，拿铁剑打的话，好像会反击。忘记了，会就是就他会那个守护者会有坚持。OK， 啊，守护者岛也可以要盖啊，这样就可以在前线干扰他们。所以他们看一下外面的核心有没有被破，因为本机来过。哦，对，可能他已经开启了战争了。没有，有外面的都还在。我在这里也在放一个。我们铁需要大量，这样才有足够食物。繁星有一些食物吗？有。啊，哦，中央桥崩坏哦，他借着中央桥来是不是？没有啊，中央桥是当没有中央岛的时候好像会出现，印象中是这样。啊，对对对，哦，现在他们中哦，现在中央岛就不会有中央桥。但是哇，我没有稿子，我已经有了，我有，你有，好，他们来乱我们乱回去，我们500分不用赚，我们他有附魔哎，他有附魔，他们都有附魔哎，哇，哎，我靠，哭啊，哭啊，我的裤子啊，中央桥掉了，这边有机会回来，虚空，我刚在他们队啊，看你摔在哪里。他们那边没有再来，我们没有附魔，他们有，他们亏、啊，他们亏爆了，他们亏爆了。嗯，啊，这些大箱子里面怎么有一些各种道具啊？嗯，这真的金苹果吗？真的、欸，这是箱子没有可丽尔啊，好多、哦，什么东西？就是这边有一个大箱子，有一些东西，我来看，是以前的东西没有可利尔掉，怎么办？我们要用吗？可是他们有可能也有啊，对不对？可是牧羊他们、欸，好怀念哦。嗯，他们也可能有啊。对啊，他们一定有用。你看他们那么快就附魔，他们会不会有？我不知道哎、欸。青金石要在那个啊附魔岛上会掉。是你还在盖吗？有功了，没有？他们在盖。好，用啊，对啊，小小哥们都说用啊，用啊，哪次不用？用啊，
那我要拿的。嗯、啊，其实也没有到太多好的啦。嗯，哎、欸，杰瑞，哎、欸，这样，嘉丽，来了。然后我们，人呢？附魔，想一下哦。啊，对，守护者岛吗？他是有职业啦，他头上有长角哎、欸。哦，职业怎么买？忘记了。你身上有一个辅导民族录。我记得他说要找哦，他直接点是不是？好像直接点，好像在家里的铁匠铺直接点这样子。好。看看啊、哦，我要铁定啊、哦！对，收彩，神功加速，对击杀高于第一个人的，哦，会发光，这很适合玩啊！天族，聘金不够，聘金不够要几个铁啊？对啊，二十。天族、哦，对，哦，有你发光，马上有，你知道铁门吗？你知道铁门？我笑死了。没关系，我这个好，就是我会永久发光，但是我加速，嗯，而且攻击力有提高，攻速也变快，好像也没有，没关系，我就是全场最闪耀的那一颗星，哦，移动变快，移动这速度有感，我看看哦，附魔台有。诶，那怎么附高等的啊？我记得、啊、有附高等方法还是叠加、啊、好像都叠哦，是不是？好像就叠加了、啊、好像有一个是那个展开书的，让附魔台可以变成附魔岛，变成最强的附魔岛。我去看一下，我刚刚好像有拿到，我等一下可以用。嗯，还是说中央的商人才会有啊？忘记了。我刚刚在中间好像有拿到，我等一下来盖。我先，他们还在盖，再盖两个守护岛。我盖两个守护岛，但忘了激活。迪叔，你穿这什么烂装备？我这很烂吗？钻石装好不好？绿宝石我们很多了，尽量花。好、oh。提领绿宝，商店那个那边有可以提领绿宝石，领出来。好、oh。大富大贵。看一下，大富大贵啊！原来我们很有钱，有钱呐、啊！哎、欸，这好便宜哦！对不对？尽量拿，尽量拿！哇，还有35个绿宝哎！我天啊，我绿宝好多、哦！战神，记得好像很厉害。西瓜，甜不甜？嗯，反正买，管他什么，全买。好的，好的。分数导航办法买吗？现在还下一阶段分数还不行，还不行。哎，对，破坏核心稿这里很多。嗯，两边好和平哦、喔，然后等下被杀爆了，快走打等下壳吧。买了很多核心壳。嗯，看看哦，核心先激活，哇，还不够哎、欸！所以铁的存真的还是蛮重要的，重要岛连接、欸、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买新的那个分数岛了？可能可以哦，哦，你好酷哦！来看看啊，哎、欸，小友来了，哎、欸，哦，商人怎么自己走过来了？商人有卖什么、啊？异国书柜，对，异国书柜，哦，异国书柜，我有，他来了，他来了，20个，人来了吗？有守护者，有守护者不怕。叫守护者弄他哦。我们附魔台有两个，一个是异国书柜、哦、他们也有天使是不是？天使是怎样？就是你那样子的吗？会发光？对，就是持续发光，没有、啊、速度快。然后小鱼是什么？头上有一个铁针。他们哪边盖啊？我们看到、哦、他们战神有1分钟的力量抗性，要打吗？西瓜，我记得西瓜要盖在对方那里，这样我们就可以持续过去回。反正不要怕，他只是加一点本机而已。哎，我、哦、干掉他了。不行，上不去，没地方上去，要盖一个可以上去的地方。要盖高台，对，或者直接从正门。啊、拿钻石可以干嘛？这边中间可以直接拿钻石、欸。钻石不能干嘛？也不能合成，超白痴的。哇、哦，高台哦，他做坏了。对。
哇，这边盖不出去，这座中央岛是盖不出去的，所以我们只能从旁边慢慢的盖。哦，我们有更多的见识了。那更多见识，骷髅头死掉会喷见识跟骨头。可以用绿宝石买，我们绿宝石很多啊。客家精神，客家。那个杰瑞，你买吗？高台。高台吗？不然过不去。我先买个。你先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分。不是，我们就是过不去啊！我们是过不去啊！我们现在过不去对面，我也来拿一些东西。好，我先把那个分数先盖完。好，我去买，没事。先把铁都存好，然后再把铁领出来。枪毙啊！我忘了他要直接拿哦。巨币啊！他们盖了很多巨币，我买几个跳跃高台。跳跃高台。对。其实我们现在盖过去应该要蛮多座的，不然就平台啊。嗯，不然直接盖石英过去。有，我盖拿了五座岛。哦，那走右路过去，我们右路有那个力量岛。好。哇，这是绕一大圈呢。哦，他们也在那边，也在那里坏坏。走，注意看本机哦。他在商店。真是跳跃高台，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嗯。但是既然选择了，就选择下去吧。哎。接下来有巨币。我看一下这座岛，该不会也有侧面有路？我被关在巨壁里了，跳到巨壁，然后我们就可以跳过去。哎，那守护者在打，在射我。我来了。啊！哦，我去。本机在往家里冲哦，我在家里。好，过来吗？怎么过去啊？跳到高台跳不过来，我是钢月盖的，直接。哦，可以，我还可以。好，提速上来，提速上来。他怎么上去啊？我旁边走，还可以再爬更高。你还可以更高。哎、欸，我先冲，我先冲，我先打那只哦。好，你冲了吗？冲了。好，我冲。我打不过，我把木头打下去。他还在盖什么？盖一个奇怪的东西。我挖他们分数了。我盖一个西瓜台，我盖一个西瓜。我们如果受伤就回来西瓜岛，西瓜岛就可以回血。对，咬他，咬他。好。我把他守护者变成我们的守护者，我要死了！快回来！你怎么会死了？你死了要回来？哎，我死了！哎、欸，守护者没出来，守护者还在睡。放心，冷静，慢慢来，我们去西瓜回血。有守护者出来了！哎 ，BO 嘛！哇，这个好，我们前线需要很多大量的核心。好，我晕过去，虽然本机又死了，把他们的核心都变成我们的核心。比如说你拿一些铁牢去商店买核心。哦，好，没事，我有圣剑。哎，燃烧一而已啊，小雨，燃烧一而已啊，再烧啊，你再烧，小烧妹是不是？嗯，哎，哇，还好硬哦，有我金苹果。核心。最面对那个商人最右边，哎，最左边那个，最左边。韩信，哇，他脸色，完了，我们是不是有点危险？我回西瓜，我回西瓜了，没西瓜，回西瓜，西瓜是我们的领地。哎，但他们也会补。我来了，哎，他把我打死，啊，我来不及，哦，我回归成功。对哈、哦，你有回归哈、哦，打去，我来了。我有神秘的回归石，让我回来。哇，回归石好 OP 哦，但因为它也很贵。救命啊！雪球爆弹，嗯，有什么厉害的核心？你们前线还是缺核心嘛，对不对？对，前线还是缺核心。好啊，给掉啊！哎、欸，没事，没喷什么，还行。好，我核心要带去哪？你先拿，还是去前线？等我们到，你冷静。好。
炸爆他们啦、啊！生气气。然后有人在守护者那边。哦，核心王子买要三个，不管了，冲！救命啊！被发现啦！哎呦，我们来了，有点远。西瓜岛，西瓜岛，救救我！哎呦，我这个迷路了，救命！就往上走，一路往上走，一下，直接来，帮你。把掉去。打谁？没看到人。本地。啊，敌人，我放一下。啊！你不想举盾了？土司喵，我力量啦！你们 OK 了吗？我来、这个种族死掉好像会不见是不是？还是我啊头好像头盔掉了？干掉！我们这个前面有力量岛，就可以站在那边就有力量效果。问核心，好。BOBO 我力量呢？举盾，再举啊你！为什么你死不了？啊，是那个。血很多的种族，对不对？对，那个冰块是，对，看到冰块，好，等下冰块我专打他。你黑曜石是可以放那个，放核心。本子又来了。哎，独角兽哎，他独角兽可能是加攻击的那个哦。哦，他好硬，哇，他怎么那么硬啊？他是什么神装？我要死了！哦，力量岛我们的啊，西瓜岛他进西瓜岛了，他有那个哦，他有尖刺啊，他的装也太扯了吧，好可怕、哦！干掉他！啊，我们力量岛被打掉了，哎 ，BOBO， 护他盾，没有干掉，BOBO。彪彪跟他完全不同，要怎么打掉那个骷髅头啊？骷髅头，对啊，啊，这个是那个，这是他们的。我记得好像一般武器也可以，好像只要近战就可以。我打不到他，他太高了。还是要买特别的。打到！哦，碎！蓝队核心破坏，小心哦！被破坏，他们好像会有短暂的力量。有波波打，小雨在这里，小雨在这里。你可以吗？你要打！他迪苏死了，我回归，是我回归，一起回归，好，回归，还有上面，哎，我破，他也是那个独角仙，独角仙，好，神秘的独角仙，啊，刷子灰烬，独角兽什么鬼啊？不知道是哪个种族，为什么他是这么硬呢？火焰的，好像是跟火焰有关的。发动！哎呀！再吃起来！啊！太扯了！你说我受不了，我直接炸他！太扯了！好可怕！应该就是那个吧，应该就是。自验那个炎族的吧，感觉上擅长忍耐是不是就十滴血？没那么硬啊！遭受攻击后一秒内不会受到伤害。哦，转职，但是他的生命就是只有十滴。哦，有了，转职了。你是独角兽吗？我是独角兽。哎，彪来了！哎，波波，来屁来！干掉！哦，差点被挖掉！我先小防守一下。斧头，你说斧头没伤害？那击退啊、欸！我们好像对斧头好像没有伤害。破盾击退。我刚刚一拿斧头打他，我傻了，斧头只能破盾。对哦，大家记得斧头只能破盾。好。看一下外面的核心哦。有，他们其实外面核心都没有拆。嗯，我刚刚也在往下乱。他们从中间跳下来，哦，我看到了啦，波波在那里。
对啊，在那边乱，身上一堆剑。刚刚这个真的打不到哎、欸，因为 我真的打不到枯弓。哦，可以哦，懂了，懂了，可以啊，可以吧？我打，那我打的，我打那个我核心上面的枯弓，有点忘了。迪叔你啊，我不行，我要先回家，我要买回归石。我要买回归石多少？20颗，没关系，我们很多，我们200多颗绿宝石吗？绿宝，对。出门在外，江湖在走，回归石要有。回归石跟谁买啊？珍奇。哦，找到了，珍奇。Q 出去吗？嗯，好，一 Q 就有。好了。一 Q 便知有没有、嗯，一 Q 就肥到家。嗯，一堆东西，从高速跌落，就蛮多经验品的，是可以浓起来。但我觉得直接冲应该也还好。嗯，还行吧。不然你们古民可以给你一件，给你一个保护衫的。这边刚刚有看到一个，有我也有个保护室。小雨要来了，小雨左边哦，左边哦，左边、啊，左边他在我们守护者那边。他把他挖掉了，哎、欸，死掉直接就没了、哦，好像是哦，好像看职业、欸，哇啊，没有，好像死掉就没了，头会一定会掉、欸，哎，还是头掉就没了，哦、对，头掉就没了，他的效果是投给你的，哦，所以死掉就会没有了，就要重新选职业，对，了解，一次性，哎、欸，韩云又从中间来了。谁？又是本姬、啊，他现在是天使。嗯，许我当天使。天使。小雨进来啊！小雨进来，家里。家里可以吗？需要帮忙，小雨还是那个职业啊？不是，还没，他选那个职业。哇，我直接死了！哇，他三下啪，哇，我的武器都掉了，有点亏。哇！这样我直接被烧死了，每秒只能打一次，又死了又死了。哇，他这个很烦、欸。等一下，那本姬也来了，本姬也来了，两个。哇哇！不是、啊，他们怎么这么硬啊？他有穿装吗？本姬来了，对他们很装备很强，因为有可能他们的那个箱子里也有东西。哇！他们回来，有保护室的角角打到一个，哦，死掉会喷一些东西，可以捡一捡。哎、欸，外面的核心要重补哦，不然我们分数不会加。好、哦，外面核心都掉是不是？对，有我拿。迪叔来家里，给你7个核心，你去补一补外面的。好的。嗯。太痛了！刚刚这两波，我们的领先分数被拉回来了。好、哦，哇，没关系。哦，有一件宝金不够，所以就独角兽吗？等下再冲一波，独角兽很猛就对了。独角兽，因为他不能被连续打，他连续打他，但是不会受伤。OK。对，可是他有拿火焰剑啊，我知道火焰是好像是没有效的。就是火焰伤害好像是会一直扣你，所以感觉上那个伤害是够，因为我刚刚也有选那个职业，可是被小雨的火焰烫伤好像还是会一直扣血。哦，好。嗯，我想要干嘛？遭受攻击后一秒内不会受伤。那、欸、有一个怪怪的东西冲去我们家里。什么？隐形的。隐形兵？那你赶快核心那边防守一下。隐形不用怕、啊，他打一定要来这边，你站在中间这边就好了。也有看到那个隐形的，本机吧，本机。要跳跃的啦。有干掉，我干掉。那迪叔，为什么你都不穿脚脚？你为什么不穿鞋？哦，我没有鞋了。对。这里在前线吗？我在附魔。好。那我反正我回归时，我去破一下他们的。那迪叔，你守个家哦。好。
好。哎呦喂呦，小雨在这里啦！我来，进来，进来了。哎，哎呦呦，干掉他！有人在挖！挖什么？挖哪里？我来了！上面！再来看一下，他蹲着挖吧。不，他蹲在哪挖、啊？我看一下，他就在坐那个座位上哦，这边隐形是不是？对，隐形的，他只有搞豆出来。OK， 因为我破坏他们的。怎样，小雨不能快打你，所以要慢慢打是吧？那啊，我知道，我去迪叔，你可以出去，我变成那个血最厚的，然后反正这样装备够了，打应该打不死。好，要怎么用职业啊？你有一本书，我不行，回归，我来了。我先拼一下，我来了。生命值10，抗击退10，击退抗性。喂，有破坏他们的那个，就打小雨一下，接下来就打别人。反应后退哦。嗯，我炸他们，碎啦，直接炸死你啊，爽啊！还在那边射，你什么？你谁？啊！为什么可以一直射？我也想要射，气死！但我爆弹都用完了，掉了。啊！他来了，又来，本机来了。本机还拿那个斧头一直砍我，他自己都忘了吗？斧头没伤害。绿宝石封印，分数。好。分数现在等一个，好啦，本机来了。哎。哇，这职业很强哎、欸！你那只是不是？对啊，独角兽。咦，本机找你哦。我把他们核心全部打掉。哎、欸，不需要挖你家，挖你的外面就可以。你要吃的吗？撤回去，我们的西瓜。哦，迪叔也在这里。对，迪叔也来了。哦，小雨是冰块，可以用力打。我先回那个力量，补一下。一下力量抗性，哎，一发穿云箭，迪叔可以吗？波波他们出来了，努力。你不行你就跑，我打他。我要跑了，我去西瓜一下。好，我死了，我倒了，我回家喽。你倒了，好，我也撤。哎，哦，迪叔，我们还可以打。好，这一座打就是力量，站在这里。会给你一分钟的力量跟抗性。好的。好的。好，你继续走这样。因为目前前面就只都看大家都在前面了，没看到跟你讲一下。对，四只都在。好。好，四只都在，我看一下岛下面要放新的。好。我又在狂射。哦，有分数岛的新的，先放。好。劈死你。不是喵，有了。你说你要不要找一个机会，有没有偷他们家？好啊，偷偷摸进去，只有正门而已吗？对，这边就只有正门。有，迪叔跑酷，出来，迪叔出来了，出来，这里，可以跑酷进去。哦，真的哎，这里，哎、欸，你会发光哎。啊，真的假的？为什么？还是进去就会发光？哎、欸，你没发光。好。哎、欸，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因为我想到我没有稿子，我是不是很累？你没有稿子。跟繁星拿，跟繁星拿。你来，我有稿。我被围殴了。我给你稿，你先回来。挖到了。哎、欸，哦，哎，滴住，这个金稿，地上那个，我去回个血。欸、白痴、啊，我挖到自动用回归石哦。哎呀，我死了！挖！滴住加油！你不行就后退。没有搞。对，死亡不会扣分，尽量打。哦，对，我已经复活了。刚设定几分了、啊？10000的样子。也没有改那个预设，我们绿宝很多啦，我等一下狂炸一波，气死天！我没有搞，没事啦。
出门不带稿啊。啊，我的职业又没了。我刚怎么挖掉核心瞬间用回归死啊？不是大人，不是刚好，还是刚好？对我太好了吧？我又准备挖第二下了。呀，陆家在外的守护，有人来了吗？在外的守护会不会是外面的那两只？嗯，我再来看一下东西。枪，我拿一个金镐。李叔还在那哦，我要死了，活下去，活下去，再活下去，我被两个，谁打你谁中坏，小雨抱抱，告到了，但我不知道你，小雨抱抱，保护啊，应该拿一些剑。有啊，酷狂附近一大堆，你要吗？我这边还有。不是不是不是，那个钻剑，我拿了一堆，来附魔一个好一点的。李叔叔等你啊，我们等一下再一波。好啊。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厉害。哦，一堆风力了。你还敢跟我拼啊？哎哎哎，家里上面在上面，你在吃，看不到人，你在吃，你在吃，看不到人，我看不到人，隐形，没有没有隐形的，而且看不到人，他跑酷上去了是不是？我就用跳水加隐形啊！哎、欸，我黑黑，我黑黑，应该是还在啊、哦！哎呀，怎么会从哪里进来？从应该是。后面跑过进来了，可是我看不到他在哪里。我也黑黑了，十六八等，好像那边有烟。我来了，我回家了。可以再把那个买出来。我去买个。哎哎哎，那个，这附近，这附近，门口附近，迪叔，你不要动，不要动。好，在里面，在里面。哎，繁星可以。嘿。我去买，我再把那个守护者买出来。哇，太险恶了！有没有什么发光的啊？所有人发光20秒，我买。看到，抓爆他！红队守护者，所以本机。啊，都知道。红色羊毛，红色方块。有，我把守护者买来，可以再重新招。有，这座岛就只有一只。我可以上他们了。好，我也可以了，我也可以了，我好了。我们去附根魔。好，那我跟繁星够。好好好。本机全身金装。啊，死到金装了是不是？我也没有哎、欸。啊，他要脱装了，注意哦，他脱装了。好。我看到了，正面。喂，我先去剁波。好，我来了，我在你后面。剁了。有破除核心，核心可以后退一点啊、哦！哎、欸，你整个退，退到底，我烫死了！啊，本机，敌叔后退，敌叔后退，敌叔退，退，我炸，敌叔退，我要炸！哎，你说全部炸死，敌叔有带稿吗？有，我带稿。你跑酷进去，看外面的人，我来砍。哎、欸，哦，本机好坏、啊，它有一条路好像可以从 B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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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来。我跑酷失败。小雨去找你。哎、欸，
他不是有个钻石装是买的时候会整套钻装的吗？怎么用啊？然后用套件，用件有一个，他有一个套件，要先买。嗯，有买了。然后好像踩某个地方就会有。我踩哦。哦。我进他们家，我进他们家。哥。哦，可以这样绕进来啊。哦。对，有一个跑酷可以绕进去，然后绕进去之后。啊，你死了！可是我挖掉一个，挖掉一个是吗？他挖掉一个核心吗？哦，没有，他是说那个普通核心。挖掉一个，我真的挖掉了！哎呦，哎呦，哎呦，回归石，回归石，用不了，用不了，为什么？是在家里用不了，我刚用不了、欸，我死了。他为什么还是可以？我刚刚是挖掉直接用掉、欸，哎，然后我直接就要重选了。那个应该不是。啊、哦，对，我没职业了，可能在他们家不能用，我忘记了。家里有一个隐形哦，我在看。我要发光吗？买呀、啊，买，要叫两颗而已，发。看到了。但是我的胜利之宝剑没了。是右键还是为什么？忘记了。还是再选一次。嗯，我打到他们的裤子、衣服，哦，没有衣服。嗯，恶灵王，辅导王。哦，走，好怀念，好怀念。我看到他了，是不是？对，打死他会有分数，会500。啊，我的牛肉啊，牛肉哇，全没了。买一次金苹果。嗯。再买，波波在门口。我们有的是钱。波波进来了，他上楼梯。好，我再给他们发光一次，你们这样可以打。家人在家里，想上去。有。然后拿回去绿宝石。转。说家里这里有可以找，哇，这里可以找，我不知道啊。你走哪里？那这个后面有这个楼梯可以下去啊、哦？对啊，这个就是那个、啊。不然你走哪边？不然你走哪边？就绕路啊！啊，可进商店不就这个路吗？啊！天哪，绕外面出来，哎呦，不要太远了吧！难过。哎、欸，我们外面的那个核心分数岛核心都没了，要补一下。来了，我来了，我带了，我带了，我带。嗯。金苹果，我放在那个，我放很多在那个箱子里面。好。好，分数岛核心就麻烦。好了，我塞完了，塞完了。波波来了，波波来了，中间。哎、欸，他们两个来了，小雨也来了。啊！看到波波。好，波波，小雨死了。波波在这。哎！有干掉！现在打遗王是赚的吗？500分啊！500分对他们来讲也不小补啊。哦，不是啊，因为我想说。本机跑去打，应该是他就算这样赚打赢换500分哦。迪叔，你有盾牌吗？多一个盾牌，我动不了。没，我给你好不好？好，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来了。我把他打下去。遗忘在看我。哎、欸，后面有敌人，我被打下去了。有他死了。遗忘血多吗？我看不到血。我这样好像到一定的时间，对啊，要碰他，要打他的，看得到他的血量。那我现在没有发光，我绕去他们家挖一下。李叔，加油！小心遗忘放技能哦。我还没追到。没事，我还在追。没事，我追丢了。啊加油！我去他们家偷啊！他们家好像要放技能了，遗忘放技能了。嗯，被魔法杀死。跑步训练班。耶、欸！我本机直接跑掉。我跑走中间哦，我跑走中间进去哦。挖到一下。吃，好吃。哎、欸，没事，波波跑回去了。哦，哇，好痛！啊，波波死了，太痛了。哎、欸，回归石，对啊，好像在家里不能用回归石。
哦，这什么东西？啊，你们怎么被普斯喵被遗忘呢？我、哦、不是普斯喵，白痴哦！遗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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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魔法伤害，直接弄爆啊！好痛哦！对，宝宝跟那个交易在上中间上面来了，来了，来了。然后我看到本机在左边，他们全部往中间冲了，他们全部都想要抢那五百分，但是不知道，他们加了500分，本机右边又要被我给偷走。每次死掉都以为还要重生一段时间。对啊，奇怪了。对，但其实很快就复活了。对，哎，小哥，你经过的时候看到本机吗？没死了，死了，死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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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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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哎、欸、哎、欸，真的也用不了哎、欸！他们是不是有放那个诅咒师？我死了，我被炸死了。没关系，我现在都是免洗冲。我走走走，他们现在用狂炸，用雪球爆弹。没事没事，我血量很多，我血量很多。只要很靠近雪球爆弹就没有用，贴着他，贴着他，碎。所以那遗忘死了吗？没有吧，没看到信息，现在还没，不见了。好像被打掉了，你没看到了，应该是被他们打走。但我们现在8900，我们快赢了，冲一波啊，冲一波啊，冲一波！有稿子，有稿子。有啊、欸、有啊，记得他一开始不是给你5个稿子吗？要分成一个哦。啊，懂吗？你在中间，他一开始三二一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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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 ，go go go， 哦，这一只啦，我先把那个给打掉。啊，有一个人他们在，有一个人带他们上店。好，有本那个低速，你先 go， 你够得了吗？我被小雨抓包了。来来来来来，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啊，他们全毁了，他们全毁了，他们全毁了。因为我跑酷偷进去了，我也进去了，很好很好很好，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波波讲进来，哎呦，迪叔你这边很棒，耶，再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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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们有人在防，有人在防，我先退，他好像也没办法连挖，好像啊，哇、哦、好痛好痛，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再一下，只要再挖一下就可以了。不能歪、欸，没有会还，会有那个缓速。他们也在狂炸我们家，谁啊？没事没事 ，BO BO BO BO， 把家里倾家荡产在那里，嗯、啊，直接全部冲啊！不能歪，好难过、哦，真的不能歪、欸，还不行，有 CD 时间啊，不然我刚就狂挖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吧，现在应该可以。有那个守护的，我打掉了。放心，我在你旁边。哦，他这好痛，他这好痛哦。他那个什么鬼弓？鬼弓，鬼弓，跟鬼一样啊！哎，转职转职，你知道挖我们家的核心？哦，痛痛痛痛痛痛！哎呦，死了死了死了！魔法剑士。好，随便穿个衣服。好啊，魔法剑士是不是？谁在那边跟你用剑士？魔法雪球啊！我们其实要赢的，要赢的。我们跳分，光是跳分就要跳赢了。左边有小雨，他在挖我们那个。左边，我们家左边。好，我们家分数那边好像这边挖掉了。啊，他破我们分数。我放，我放，我放。臭小雨，我炸他一下。我放，我放，我放。我炸死他，炸死他。我放，我放，我放。啊、哦，好好好，好了，9971了，要赢了，要赢了，要赢了！迪叔最后帅气一波，我不行，我被围殴。9989，你再不帅就没得帅了。哇，迪叔来看这个中间好看的东西。哎、欸，快把关起来。哪里？中间中间、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哦。来旁边看，来旁边看，可以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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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按钮，按按钮，按按钮，按按钮。闪烁暴风。好舒服，好舒服，
中雷，老迪叔啊！上去啊 ！OK。哦，那个一开始怎么这么硬？啊，怎么一开始怎么这么硬？你们打太多了。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小雨一个人在那，我们全部人都打不死他。没有，那个职业的关系、啊、是职业是不是哦、啊？对，所以那火焰是不是一直狂打就会很那个？火焰是不是会一直继续烧啊？对啊，火焰会烧啊。会。那你们的箱子有强装吗？没有哎、欸，没有啊。好、oh. ，我们都在一直洗啊。我们的箱子一出生就有东西哎、欸。哇，真的啊？对对、啊，要不要去看一下？其实就一个剑跟一个衣服，其他就还好，就是一些垃圾，只是就还是有东西。应该是那个之前没有清掉吧？商店里的箱子。哦、然后那时候你们打不死，想说你们是不是有更强的装备？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原来是那个职业，有后来有知道，就是慢慢打，嗯、慢慢对啊，慢慢打，因为血很少啊，他其实你们是什么装备啊？我好奇哦、啊，就一件保护式的。保护死，保护死。可是有一次也是忘了怎样就死了，就没有。哦，这个大箱子啊，这大箱子，你看，这就是我们以前全丢进去的箱子啊。哎、欸啊，被本机打光了，没有清。所以这里面是要空的，就对了。对，正常是要空啊。哦，那本机那原本那边也有哎、欸。有吗？所以两边都有。不是，是没有附魔的。是没有附魔的，箱子但是应该之前有东西没清掉。我想问两个，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十字弩射怎么那么痛啊？因为那个职业啊，职业补哪一个啊？职业，就是天竺那一个，天竺审判、那個，因为我击出比较击杀比较高，所以你打我更痛。对啊。哦，了解。然后那、啊、另一个是回归时，为什么后来在你们家用都用不了啊？因为那个要生命一半以上，生命要一半以上哦，就是要十颗星，就是五颗星以上才够用。那请问我刚刚挖了你们核心之后，自动使用回归球是正常的吗？自动使用回归时，它自动回归到家里面的。嘿，还是我想有可能你被秒杀，还是我是被杀的？就是有回归时会把那个，有可能我不小心回归到你。对，回归对他的附近回这么棒、啊，嗯，回错人，他之前就是群体，只是之前没有五颗星吧？这么棒的、哦，五颗星的话是开学习喷枪之后啊才加的。哦，好，好，哎呦，不开就不会有，不开也是有，万用技巧，那、啊、就是都有啊。新那规则，它是指那一次之后更新的。就是这个回归时看那个说明，可能也补充一下。嗯，不然我买超多，你知道吗？我买一堆，我想说是 bug， 我从你们家到外面，然后沿路丢，沿路都没用。哦，因为我原本是那个除咒师，想说也没看到，原来要五颗星。哦，原来是这个、哦、白丝哦。对，因为人少啊，绿宝石很多，一定都可以大买特买。嗯。力宝石也无限量，你们一直把我们加分打死，我们的加分废话我们加分是我们不打那个500分没关系，我们打那个加分的全部打掉，加分，然后是加分的蔡奇亚米亚呢。重点是我那时候天主因为会发光嘛，我就想说我吸引炮火叫迪叔去挖，然后迪叔跑过去说呦我进去了啊，可是我没有稿子哎。没事，我也是。睡啥？刚不过也是。也是看到我那跑酷点可以跑进去，叫迪斯跑酷。他说我跑失败了，被小李抓了。有时候迪斯跑那个跑酷，我把他打下来，太可怕了。欸、所以本期的地图要重开吗？还是不用？不用，不用。好、哦，不用，好强哦，优秀啊，优秀啊，哇！观众进来喽！好，好，加分加分，李吗？底下买加分。他姓李吗？还有姓陈的。陈的很刚好嘞，小雨。不喜欢，不喜欢。不行，如果我也叫什么加好加成的话，我应该会疯崩溃。姓李吗？李嘉诚，
靠，这很酷哎、欸！你说你为什么要跟村民站在一起？是喜欢人家？哇，现在都不理我、啊、，OK 啊？他打赢你了啊，当然不理你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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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那个赚钱的那个真的赚很快、欸，你们有选吗？矮猪，矮猪啊，没有赚、欸、钱，你们没有选赚什么钱？他干嘛的、啊？就是会加速赚钱钱啊，还有核心、啊。他是写经验攻击耶、欸。哎、欸，他有一个副小道具是核心啊。嗯嗯，然后嘞，他会一直补经验啊，所以就是附魔要用的、啊。哦，难怪你们后面拿到打到一个什么锋利四的，跟锋利三的。基本上都是小雨在附魔，谢谢。那你要等小雨回来，经常说谢谢。李叔跑酷啊，跑酷，跑酷啊！李叔，你刚不理他，他很生气。没有，我刚厕所、啊，我写 WC， 他就没在看啊。哎，对，我是你是不是也有忘记斧头没伤害？啊、你有一度一直拿斧头砍我。哦、欸，这是要堵起来。我不是要堵起来吗？啊、起來哦，有人补了哎、欸。哦，有啊，我有那个观众栅栏拆除跟蒸汽啊。对耶，这是关起来还是没关？关起来了，这关起来，关起来，有关。关起来了，可以到跑酷区这边。一开始我打小雨的时候，我一直拿斧头砍他，然后人家说斧头没伤害，哦对哦对，然后后来就看到那个本机也拿斧头砍我。栅栏，哦，玻璃耶，这样大家都了解了。祖师喵行不行？应该可以，还没有到很强。哦、你刚刚也是拿那个弩超痛哎。我就直接按着，小心弹夹，我直接冲下去砍你了。然后后来看那个小雨是那个职业，我就说我砍他一刀啊，接下来砍 BOB 哦，一秒过了再砍掉一刀，对对对，就够了。我刚是砍，然后用烧的，然后就不要理他。嗯，小雨那好可怕啊！欸、小雨超蠢，他附到三把火焰呢、欸。对，我附到三把燃烧、欸，超扯！而且我一开始附到的那一把燃烧从来没掉过，我就一直拿那一把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哇哦，真的很夸张，澳洲没拿过，哦，我也没拿到，我都拿到锋利二三四的，咦，你也很厉害，锋利二三四，小雨给我的，对，可是那个也都是我捡的，那不是我附的哦，那也不是你附的哦，路上捡超多把的。我去中间一趟拿了六七把钻戒，你知道吗？啊，对啊，中间那个一堆钻戒啊，超多的。那就是不知道是谁了。那是附好的吗？没有，中间那边会掉啊。对啊，普通的会掉，一般的。对啊。啊，我路上打架打一打会打到人家的。为什么？就打架，因为我掉的。就掉哦，你掉的是不会承认哦。刚才聊这个。我掉了很多。谢谢你的锋利剑，谢谢谢谢。我的应该都是一般的，哇！高分防随机喷，我不出去了。我觉得不用喷到那么多啦，很可怕、啊。在家里蛮不错的，20%其实就很可怕。我等下当加分仔，高分再喷装机率哦。对对对，就是在本来就20%了，20%然后再增加，好可怕哦！太可怕。100%，然后我们这是中央是地狱古庙，好好，家里是慢奏古文，这个是很累的啊，这张很累吗？还是什么？这张主导很累啊，数到很累，到很累哦。可以看一下上面数来第二个，可以自己先创造来看看。我数在这边好。哇塞！哦，出去了，有跳跳。回家很累啊，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刚刚那一张我玩了一半的时间才知道怎么快速回家啊，我才知道核心后面有那个楼梯可以下去啊。
哇，它下面全部是凋零花哎、欸。对啊。一下去基本上就来啦，训练跑酷啦。跑酷星期五，跑酷星期五。核心在这里。啊？哪里？这一个中央主导是干嘛？有什么特色？哦，那个是在核心，是不是？这将是那个挖核心，可以看很广范围，然后本来隐身过来了。嗯。再说一次，核心是哪个位置？抱歉，我刚打。坐这里。小雨站那边。哦。嗯。这第一个地方，这个中央主导有什么特色？这个就是比较敢隐藏身份啊，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很广范围，手臂会比较容易了。哦，古庙是古庙，国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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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古庙，古庙，刚刚有一个跳，就没想到都有在，行，你就八打九，他们多一个，好啊，可怕哦，不会啦，天不怕地不怕的，嗯，啊那个，对呀。食物岛在哪？食物岛多多，食物岛很饿哎、欸，刚刚超饿，打到后面超饿的，就是后期起始在这吗？对啊，初期就可以买三个，好不好？那我要吃起来，好，那就这样子啊，走啊，那就来走起 ，Go Go， 走。你在乱打，谁那么坏？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存钱，存钱，存钱！下面，下面，在哪里？在哪里？跟着本机走，跟着本机走。那个商店，告示牌也可以，点告示牌也可以。哎、欸，哎呀，告示牌掉进去了，那个也没跟凋零花来似的。很毒辣的刀，可以箱子直接丢我身上，丢我身上，丢我身上。不用啊，点箱子就可以存了。箱子直接存就好，箱子直接存。对对对，直接存，直接存。哦、点箱子可以直接存哦，对啊，都忘记了左下角的铁锭啊，哦，这么厉害，压力板在哪里啊？什么压力板？每个都有啊，后面、那個、后面、那個、后面啊，这个、啊、第一个都是啊，后面后面这个这个第一个啊，这两个都这两个都是，我买了两个牛，不晓得谁买那个我买绿宝石，我买了，我买绿宝石，先买牛，先买牛，先我牛先放，我有绿宝石，我有绿宝石，我绿宝石，好，那你牛啊，我牛先放，我牛先放。哦，哦牛，哦牛，牛出来了，毛出来了，毛出来了，哦牛先放。然后捡到羽毛，就是要这个令人讨厌的跳高台出去。哦，我也有存钱组，那个去中间就回不来了，又要回不去了，是不是？我们刚那个也是回不去。我先防御嘛，我以为你是中间有绿宝，是不是？哎，中间绿宝。怎么喷绿宝哎、欸？放我回家！李叔，你看起来很安逸。我刚土司庙在存钱。你来到最前面，你来到最前面。哎、欸，巧克力来，巧克力汇款，巧克力汇款。这里啊，我后面，你们看到我？真的？对对对对对对。那先给你。哎，小雨，我们来赚钱。可以啊，目前就这些。哇，好多！我回去，我回去。嗯，我会用点装备。有了、他们也来，他们到中间，我们等一下要有别条路到中间。迪叔，你在中间吗？我在翻新后面。你下，你要跳下去了吗？来了，我知道，那我跳到我们家，你又摔到我们家，东西还是我们的，没事。嗯，哭啊！满了，下不去了。还有哪里没有核心的？哎，杰瑞，别动。别别动！他们中间有趣咯，所以我们要小心。哇哦，有捡到！啊，我被凋零了。还好啦，我刚一路哇，五个人呢！你走凋零了，你真勇者啊！六个，我们绿宝有在存哈？有，很棒！你还要先存30个绿宝，不能偷花哦。好，嗯，啊，不在仓库里了就可以花。箱反正拿出来的存不进，存不进去了。它是哪一个呀、啊？有盖另一条路，盖另一条路了。啊，他们也在盖，他们也想盖，他们盖过来了，打起来了。怎么怪？哇，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好恐怖！我怎么捡到一堆巨墙啊？巨石墙？我都干掉了，但还有一个打不赢了，打不赢了，打不赢了，太多了。三星，刚刚绿宝有在你身上，有给那个有给杰瑞了，有拿走拿走。我看到了，我先做一点东西，去跟他们打打。哦，在这里哦。能人呐、啊，很多很多人，很多人，三个哦，四个以上，四个，四个，四个。哦，好多。全都屠戮啦。嗯。三个。看我们还有什么？战神岛。有啊。啊！前线，前线，快把钱扔进去，把人，把钱扔进去。哈哈，捡东西，快快快！啊，哎、这跑酷啊！哇，怎样啦？你要参加周四的还是周六的跑酷了啊？我现在今天是现在是周五跑酷了。我有认识的哦，可以帮你介绍。这么刚好哦，我们左边有战神哦，宋翔。我放的，耶、yeah, ！我杀死人了啊！我怎么红？ Yeah.哦、好痛吗？我声音低低些些。我们附魔好远哦。谢谢。对，我们附魔很遥远。附魔就远才不会被人打、啊。就是要远。哇，你那什么职业？啊，就是那个海盐啊。海盐矿工。它可以增加。我要听着海盐。加经验。经验值可以加很快很快。哎哦、等一下，不是。不公平！等一下，哦、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分数岛可以放。哎，分数岛可以了吗？那我回去。卡再看看。卡。我没铁钉哦。哎，哇，他们已经有人也拿穿着钻石装冲过来。啊！真他妈也太啊！我要死了！哎，我保护你，他手上拿西瓜。我一下自残。没有，我拿到哈利宝，拿到利宝。不是，赶快那个 no 那个 ，No money， 利宝利宝石岛跟那个盖一盖。钱被领光了。妈的 ，No money， 我存，摩吉，有啦有啦。快入口，商店门口很多钱，快去拿，拿去拿，我需要食物。哦、oh, ，我拿了一个加分，我拿了一个加分，好好不是加分，我是加分。那我需要食物。你在哪？在哪？前面。那你可以给一点吗？我去打前面打。我在这，你后退，你后退。那你只给你一片有没有？我给你四片。他全部都暗扛在他身上，他裸体，然后拿那么多食物，然后还在那边吃，我真的很傻眼。哎、欸，我是加分呢、欸。太低的，有烤中间烤鸡肉，哦，绿宝可以上单，绿宝可以用了，啊，不是加婚呢，手画的加婚仔，加婚仔，谁繁星？哎，不对，我来，有没事，你都可以吗？哎，可以，哎呦，干掉，还有掉肉。我们在前线厮杀，加吧，多吃，多健康，赚钱喽！更多的钱呢？你刚死掉，我没有。哇、哦，他从哪来的？他从后面来的。那有三十个铁吗？吓死了！没，二十二个呢。哦，祖师庙，你是不是需要跑酷训练班啊？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家一次。他用走的也可以走失败，先走到所有。你需要跑酷训练 burn， 对 burn。迪叔，我们在前线要不要也盖个战神啊？哦，好啊。迪叔人呢？哎，那我小心左边那个有附魔的。动。迪叔有点不行。有点不行，敌军有点不行，撤退，撤，酸哦！
你说你输人呢？来，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小心哦，凶哦，凶哦！有干掉一个，干掉一个，有基础的附魔了。喂、哎！有！我是赚钱仔，狂砍呐、啊！哎，黏住了，黏住了，黏住吗？我心很怕、欸、我们这样子狂杀，然后等一下他们全都天使。很恐怖哦，没关系，换他们杀凶一点，我们也选天使。是不是这样感觉送头也是很关键的？嗯，没有牛排，啊、谢谢，好多钱。嗯，回家一趟，我也回家一趟，回家。小雨啊，小雨进去了啊，迪叔你把嗯，好，你到底要讲什么？存银行，巧克力存银行。宝宝手上牛排全部给我。你为什么有牛排？你为什么这样子拿出来？拿出来！我只有这样子。两块怎么才一块？你们骗子，满口谎言。我再给你两块，我就是一块了，是不是？那满口谎言。快点去存钱，去存钱，存银行。看看啊，这为了我们家经济。累怕扁了，牛，我又买两个牛。我们家左边有一个人哦，他挖掉了，外面补核心哦，外面补核心，我去补，又贴补了，有第二个人，右边，我也挖掉了，被挖掉了，补的好，补的好，补的漂亮，补了，绿宝石要补，绿宝石要补，绿宝石，没事，核心有，但是需要铁，右边绿宝石，哎呦，核心都补起来了，好。好补了，矮人可以补核心啊！哦，对，这么强哦！矮人会核心可以拿，哇、啊，不能小看矮人呢，不能呛他，对吧、啊？矮子不能呛矮子，不能说150公分以下的吗？哎呦，这边又糟了，扭倒，人类进来了，力量倒，哎，我这一团苦是谁？打，有被拆掉的吗？目前没有，都补好，然后他才那边说有被拆掉的吗？刚刚说补好都没听，好嘛，不要听，刚出来，想要基础的，嘿，一眼赚钱钱赚钱钱，等一下那个，嘿嘿嘿，哎呦。感谢你们两个要来了，好、啊， yeah. 我有风力二了，要回家吗？吉瑞，嗯，对，我要回家。那给你去存钱，丢，有都丢在你身上了。哦，他真是哎，好吃吗？也没好吃，炮信，嗯，走。哇！打到宝了，打到裤子，打宝回家，打宝回家，裤子被谁打回家？回家！反正我在右边放一个那个力量岛好了，战神。然后如果等一下再一个西瓜岛就更好了，我们就可以在前线。西瓜又强又猛。等那个是谁？躲。你是回家吗？我回家了。来，给你钱去存钱去存、哦。你们在前面打那么凶、啊，我想说你在下面打，我们先在前面打。天使，他是天使。完了，就是最下面那个，最下面那个是不是？忍耐那个啊，哦也是啦。审判，存钱。可是忍耐就只有十滴血。对啊，你就穿装啊。你可以吃金苹果啊，就可以变人家高啊。你说什么东西？吃金苹果。很有道理呢，很棒哦。好呢，欸、我刚绿宝也掉了，完了。叮叮叮，
存钱游戏。天使好可怕哦。他们两个天使了。两个两个了，今天他们等下九个天使了。完蛋。人很多哦，人很多咯。打架。你确定吗？你确定吗？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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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连那个战神有力量都打不太赢的哦。我还没杀过人，我来。我还审判他。我剩五颗血。哎，最坏就是他天使，然后那个十字弩狂射，那个痛到哭。下面嘟嘟嘟。哦，掉宝，掉宝，掉宝，看一下宝，掉宝，掉宝，等一下。哎呀，两颗星，一箭就四滴。十字弩，十字弩，等一下，十字弩。听完马上就十字弩了。哎，我怎么摔下来啊？没有，我们这消耗他们经济，消耗他们经济。下午回到家了，完蛋了。十字弩天使就是 Meta， 天使太强了啦！杀过来，我来。天使是天使是，而且因为你忍耐，他的第一下还是有天使的效果啊。没有，第一下没有，没有、哦。他的只有基本伤害，就是他的那个。哎，没事，东西在我们这儿，东西在我们这儿。哎、哦哦，他没有追加伤害啊，所以用忍耐，他天使的那个攻击就都不会有效果了。对，会没效果。哦，阿力伯核心哦，抗性。哎，阿力伯核心、哦，走不走？走不走？但是又踩到那个了。没事哦。哎，来了来了。行了。少一颗，我决定忍耐了。拿绿宝石，绿宝石去换帝国书柜。对，赶快换。我已经有顶绿宝石出来了，我去买。好。好的，冲！我有等级。哇，对方来了，先保护一下哦。好，你真的。哇，死了！我要挂，要挂。你怎么死了？中间被占据了，中间是吧？好，哦，旁边有来了，我要把它一个，哇，天使下凡啦！他好痛，他好痛，等一下，啊，我没杀过人，我不痛，哎呦，我也没杀过人，吓掉你，等一下，你就是天使克星，我打他很痛，我打他很痛，你们那些看到天使的就退下，让我们的天使克星上，我也是天使克星，我独角兽啊！是是是，他想就撞你，跟你讲啊！你不是天使，你又过来！我冲太远，我冲太远！你不是天使，你给我过来！是什么？你不是天使？对对对，后面，哎呦哎呦！我要走！你给我哭倒，真傻！我走了。哦，有了吗？有了吗？你先回家丢，你先回家丢。对对对，丢先丢。在旁边，在右边。有，看左右各一个。好，左右各一个。耶！这有核心，哦，这有一个核心。好，那我来帮忙。等一下，他们又几个天使来哦。有被拆掉的吗？有被拆掉的。没有看到。好。哎、欸，那个锋利燃烧剑了哦。你好夸张哦！你又燃烧又锋利，你在干嘛？太强了！然后他们暂时被打退了。好运小雨。我真是超级烧啊！你玩了？等一下，我不能乱讲话，等一下招妖对我提招。你又想乱讲话吗？你要干嘛？不要不要！我说燃烧啊！对啊，哦对啊，我对啊，我只能说对啊，不然我能说什么？告，我放里面箱，知识提高，你可以带出来，我们还在前线打架。哎，等一下，哦，两只，哇，来了，不行，你撑啊，你们去撑，可以。他不是天使，还好。他不是，对。去放个。有人冲过来了。哎、欸，他去，哎，大哥，大家去剑齿人部。有。来，我丢地上。哎、欸，我跟你锋利二。又来了。那、我等下再。天使来了，打！天使，我来。哎、欸。不是天使不用跑、啊、掉。有放一个西瓜。好了。我放一个西瓜，你放哪里？九个压力板，这边你放家里，我会很惨哦。在、嗯、他们攻过来的时候，对他们、欸、炸弹，烦死了！他们三只天使喽，他们。哦，天使来了，
我要走，我要走不掉。等一下，天使啦，等一下。打他打他打他，我觉得我们就要有那种免洗的，就带稿子去破坏他们家。好，好，波波。啊？波波出门了，不要再加减钱了。有了，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知道他们那个用炸弹就太无敌了，那个忍耐你也耐不了炸弹了。这个是挖红队的歼灭者，挖红队的歼灭者，我们是红队，好。哦，所以是只要有那个矮人的话，我们经验加成也很快，是不是？矮人自己的经验加成很快哦，只有他自己。这个好卡哦，他走路顺啊顺啊顺啊。你说哪一个？那个天使吗？有一个天使，对，有一个天使。你说你没有裤子？啊，好。美儿附魔吗？我是三等，我是三等。你怎么搞？哇，他矮人啊，他矮人在家里面呢。哦，矮子帮我，快点。矮冬瓜啊，剑啊，武器啊，矮冬瓜靠你了，帮我们锻造，快点。多一点剑，我付多一点剑。哎、欸，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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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一个天使来哦，就是卡卡天使，对，卡卡天使，下去了，拿去，你把它掉下去，它不会飞，太棒了，太棒了，不会飞，这样它等下就不是天使了，卡卡天使，哎、欸，又有一把那个，哎、欸，燃烧锋利剑呢，我来了，我来了，那个加分没有加分呢，哎、欸，这我们都，买啊买啊买啊，哎、欸，我们都被挖掉了呢，真假？对啊，你们没发现啊？没有啊，那是你的工作哎、欸。哦，那、啊、你不是很好的说那个你可以，你可以，小可以，小可以，哎，那个宝石，这宝石，哎，太强了，哎，锋利式燃烧二，谁要谁要锋利式燃烧二？等一下，我需要买稿子。哎，家里家人，哎，有了，来了，来了，来了。等一下，就是他了，他很快。来，我给你换。白图白图，你可以，你把比较烂的给我啊，谁有比较烂的？我给你了，哎、欸，你干嘛？我给你了，来来，我可以，你可以给别人了。哦，对哈、哦，好，你给我，断，给别人，你可以买剑。怎么了？请说，请说，请说。霸凌我啦！你在他们家霸凌你是不是？慢慢来，给你东西，给你东西。燃烧三，燃烧三，算了，我燃烧二，对不起，我走凋零。哎、欸，家里附魔那边有人，我打。我买几把剑剑，干掉了，我吓死了。他们的装备也都是保二起跳的，大家都很厉害。那个复原简单啊，加分的。我们的分数比较低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有免洗兵过去弄一下他们。你们保护衣服吗？你是不是想骗我？哪一件？我忘了买压力板。压力板箱子里面有很多，箱子里面有很多大箱子。压力板我有，压力板我有，在出来出来出来。哦，你在外面 是门口。哎，对，怎么了？烧死你啊！还想补？我至少可以让他们不要那么多人过来了。没有多的。比叔也在这，比叔是先天有战神哦。好，本期封印三天，我也在附魔哎，原来我也是矮人。哦，你也是矮人哦，你也是矮人。我靠！又来五子，靠！来五子了。土司喵，这把给你，这把给你，我来看西瓜，西瓜。这把封印三先给你，先撑着。好。我先要破坏这个。我去。我去，我要去巡逻了。一言不合就在那里，一言不合就开炸，一言不合就开炸啊！我回去，这要付防爆啊，就保护没什么用哎、欸。有西瓜岛，西瓜岛加保护是吗？可以，不行吧？至少有那个战神啊，战神，哎、欸，我们战神也可以二阶不是吗？哎、欸，可以啊。那西瓜岛可不二阶。西瓜岛，西瓜岛，西瓜。战神二阶要怎么二忘了？但是还是一样，他们来了，买那把最后伤人的，又来。啊！我要去买那个拉稿子啊！想起来了、啊。哎呦！我杀他们措手不及。啊！走。我有一把锋利，谁是锋利三的？我来帮你合锋利四，谁？
小雨那边有一把。等我一下，我再前。嗯，我这已经是风力四。迪叔那战神又有喽。啊，那小雨帮你和风力五来来来。他们这个岛。我们前线要再有一些，在他们那边有一些多的岛，这样比较好走。啊，杰瑞是什么剑？我是风力四。土之喵，你有搞吗？土之喵。我有搞，我有搞。我没搞，我有搞。小雨来，小雨来。你们搞，土之喵给你搞，给你搞。你有吗？没搞。去挖那个加分岛，直接独命挖没关系。好。你的装还好。加分岛是哪个？左边左侧的，左侧的那些。地板蓝蓝的那个。地板蓝蓝的。左边是这个。你走到他们家了。我是哦。跑凤凰台这里去。嗯、走好，凤凰台这里。对对对，那边的全部都是加分岛。好。地板蓝蓝的全部看到。对、啊、对。哦，你掉了。挖掉。能挖几个？是几个？挖掉。没关系。好屌！打我干嘛？打我干嘛？打我干嘛？真的是打我干嘛？你在问？打我干嘛？打我干嘛？你在人家家？哦，挖掉了，那边都挖掉了，好像。碎。好。欧巴。你怎么了？缺食物吗？什么都没了。你什么都没了？哎，你放里面，放里面。哦、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在交易的。对。那个隐藏的地方。好，这个这样，衣服缺吗？还是不缺？前线支援，前线支援。我缺裤子啊。前线吗？裤子我刚好两只，两只，三只裤子吗？这个三，这个三件。我反打，我反打回去了。有裤子，感谢。哦，烧死碎。好像有一只跑到我们家。哦，杰瑞也是矮人啊。对啊。矮人本尊，真的。本尊跟他是本尊。没事，迪叔没事没事，你回来。我吃个东西。好，迪叔退，四个人太多了。好。我们家战神回战神，啊、哦！吓死我了！我有个爆炸保护的鞋子，有人要啊？好啊，我需要。好，那我先。啊，本机谁盖得倒啊？本机怎么了？现在就是我盖的。交易。我回买一些金苹果。我也要金苹果，好可怕哦！我们都放那个秘密箱箱吗？对对对，有四放秘密。啊、那个这边要爆炸保护室的裤子啊，对哦。这个把那个这个烂烂的都拿走，把它洗一洗。嗯，我要转职了。绿宝，其实绿宝也开始多起来了。对，现在比较多，开始赚钱了。Yeah. 啊，那个旅行上的别走到凋零里面哦，他一直在受伤，对不对？没有，他走在里面，他如入无人之境，只有我们会受伤。哎、欸，家里怎么人？家里有人，死了。哦、对、啊，我挤到他是不是？他死了。怎么用？哦，等一下啦。哎、欸，我们铁需要再多存哦。天上啊！转职大典。我怎么受伤了？你怎么？我有本机。啊？什么？加油！我可以掩护你。我们这边的都被挖掉了、欸。我这边有点困难。救命！救命！救命！外面！啊！我回来了 ，sorry。这边都在打 VIP 啊。哪里？左侧、右侧。右侧。我看到了，家里都是人，家里很多人。打架。右侧的都被挖掉了，他们还在我们家盖西瓜。西瓜是西瓜是那个啦，欧博放的，我盖的。哎、欸，怎么中毒了？我挖加强，可是不是你这个是最强，你红战士干嘛？你是什么？哎呦，我刚刚接啪啪啪，最强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是我加错是不是？他们来了，对，最强会有负面效果，大家可以洗掉吗？挖掉就好了，是不是？哦哦，啪啪啪！耶，我有对方的稿，我可以挖。好，哎呦，我可以放，好，正常的。好，哎，怎么还是那个、啊？就是你可以买一个新的道具把它洗掉，但是挖核心没有用啊。哦，要新的道具洗掉 ，OK。等一下，我们家有，我们家那个。力量导不要乱踩哦，你会很可怕哦。蓝队被挖了，好猛哦！谁啊？本机啊，我在挖，我在冲撞。本机是隐形吗？对。对啊，好猛哦！哎、欸，家里又有。挖两个啊！小玉，我好毒。是哪里、啊？
我刚也好读，小西瓜你可以回回来，他读好久。西瓜，西瓜，西瓜在右手边。那个也可以配合，旁边是西瓜岛，你就会一直读，可是你力量很强，然后很吵。他们全部会在家里面、啊，就一直啪，啪爆哎、欸！现在全部在家里啊。啊，我们矮人出来补核心了，矮人核心魔了，我核心刚出来了，来了。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啊！我要死了，被发光了，啊、被发光了，看透了。还有哪里没补到的吗？没补，左边 OK 了，左边 OK 了。然后还有那个最前线，最前线，最前线超危险的，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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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啊，我没有拿盾。哎，很毒，不要笑，很难过。有这个前面我放中介导箱，你能感受到你那天在呕吐的感觉了吗？东西就可以放进去。没有，应该是你那天能感受到我在呕吐的感觉。我知道，你说你还敢笑、哦，你不会感受一下吗？这边的力量核心可以放吗？哪里哪里哪里？在哪里？他们家这里。这，睡睡睡睡睡，正常力量啊。正常力量。父母。哎。把旁边的分分挖掉，挖可挖可挖，从那个中介那边都可以走。还挖还好，我可以放，我可以放。哦、欸，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没有人，没有人，不要发。哦，没问题。有人来，有人来，有人来，有人来了。全挖了，全挖了，全挖了。父母啊，力量宝，你干嘛跟他们一起父母啊？走这边。哈哈哈哈哈！跟着父母。哎、欸，父母耶，父哥下来了。惨了。我在找我的剑在哪里？小七，小七。小七，小心，小七，小七，我来砍你，小七！你怎么这么可爱？对，哎呀，把你砍掉，把你砍掉了！寺庙怎么可以跟人家一起附？连在一起，啊，剑体啊，剑体是不是？天使，快点，快跑！哦，天使，天使，那个天使，我打，我打，我打！天使，天使，对，也会怕，他死定了，他死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天使克星来了。天使，我绕一绕不见了。哦，牛排超多哎，有人饿了可以跟我讲。哦，财富保护二他们。在这边放满西瓜好不好？我们家的西瓜应该还没放，还没放。对，放来前面，我们整个打进来了。你们已经开始被你们不怕天使，不怕啦，天使克星都来了，你要新的天使克星啊，还想附魔啊？开本机，我又有两套宝石了，你有两套那种，你去放那个啊，去放那个，你有多的宝山吗？我把他们家守着杀死了，宝石哦，挖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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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哦，有宝山，箱子里面还有一些箱子。啊、怎么这么多宝石啊？好扯哦！哇！附魔哎！你在他们家附魔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已经攻下了。啊、我刚才直接进去挖。啊！哦，这个忍耐。啊！我要踩到毒了啊！啊！赶快踩西瓜，赶快踩西瓜！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回血了，那好吵啊！一滴血战神、yeah, 哇哇，他那个用烧的就可以突破我了。左边被拔完了，好，冲啊！我至少不要让他们有。冲什么啦？我宿醉了啦！等一下，他会烧，你会烧不行。那个随时补一下力量哦，可以吗？可以吗？哇，打过来，我打过来，我打啊！我也会烧，干掉，干掉，干掉。我捡到的我的天，我为什么搞回血？没事没事，钱都存起来。哎、欸，他们都开始复燃烧的，因为燃烧打那个很好打。我要转职了，快转职快转职，转职！我觉得我们当天使也差不多了，他们杀那么凶不是吗？如果你杀的人少，就可以变天使。我现在没加点啊，我先退一下，退一下。
被赎罪啊、那個、哦等一下哦他是天使他是天使他是天使对啊有没有赎罪啊颤抖可以祷告可以先接啊忏悔我杀太多了让我杀太多了小心天使小心天使我要干掉我干掉 OK OK 天使天使有人在挖欸、可不可以把我们家核心那个挖掉？家里有被挖的、啊，家里被挖了吗？对，家里有被挖。不要，你不行，你们两个不行。我补这个，我补这个。你砍到，妈，哎、欸，迪叔先退一下。有人来家，有人来家里。迪叔，你变天使啊？我是天使吗？有人来家里了。嗯，刚旁边有人在偷挖、啊。对，旁边有一人。我们前面战神没了。哦，这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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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先有核心吗？有，还有，还有，有。哎、啊，你又不在前线。嗯。最前线啊，杰瑞也中毒了啊！杰瑞中毒了啊！碎了碎了！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哦，右边左边，右边家里右边。我现在画面很晃，我看不到。右边，它的右边上面，是那个高塔上吗？对，最角角。那比如我们先测、哦、一下，回去补一下。嗯，我刚在那边要偷啊，可不可以偷他们的核心放在我们家那个中毒的上面？可以啊，换他们的中毒是不是？拜托，帮我帮我帮我，这是什么讨伐任务？拜托。那我们要先布到一个丝绸之处了。我们红色那个是会中毒吗？对对对对对。我还一直踩，我刚刚一直踩啊，我快受不了了。那个改变是中间商人是不是？对，中间商人要买其他的。旁边不是有一个？刚刚中间商人是另一个的麦岛。麦他中间商人有两个，有一个有一个走到我们家了。哦，三十的，有没有得买？有没有得买？我看一下，二十个绿宝。我有，想不到都是二十个绿宝，我就随便买。我买，我买。一三绿，先多买一点核心出门。本机天使，本机天使。有啊，在家里面的那一片毒毒的东西。对，我就看你在毒毒那哦，我看到，我看到了。对啊，在另外那边。哇塞，然后跟踩着中毒跟他交易。他就走了，他不敢撤了，要丢下去啊！死灭岛、西部岛经验结晶。跟他交易也太难了吧！超毒，超毒。那走一走，他不见了。他也会，他会要中间、啊。你速走，你速走，你速走。那他可能传到中间了。你速走。他去哪？左边，左边，左边。他妈放了，他妈放了。啊，好凶哦！小七，快跑！我要来了，小七。哎、欸，有人想破我们核心？你们是不是工伤啊？他怎么有一个小七的头像？就小七啊。他是小七。那个就是上次那个维尼。哦。好好哎呦，不是不是不是这只，不是这只。有没有看到另一个村民可以说他不见了？就你。哎、欸，主核心我们家。有人来家里喽。我已经看到了，刚刚已经有一样的票通知。哦、嗯，不是不是，前线有力量岛，现在有一个人他跑、啊、正在跑啊、哦，他是。前线有力量岛可以用哦。现在这里是哪里啊？哎、欸，有他在家里啊，那个研究的。又在家，所以说我刚刚没看到。我卡住他了，在家门口。家门口可以走，可以走，我来了，我来了。哦，看到了。这个。哎、欸，挖到他们的核心啦、啊！我去哪？挖到了，厉害啊！所以是要守护者的那个。核心。好像是。哎、欸！在卡，反正不是你刚刚那个拎的。好，我拿。没有，我刚拿的是另外一个。你要拿狂战士啊！狂战士会那个，对，狂战士，狂战士很狂，真的很狂。这个是，那个是，家里有一个天使，这边是敌方家，这边敌方家，不是我们家，我们家有一个天使，他挖掉。哦，这哦，我感受到了，这是感受到了哈，有干掉，干掉，干掉，有他们在打我，我来补，我来补，我先补，好，再给你补，漂亮，好的，对，哦，我看到他了，他终于。对，那个守护者哦，这个是骨头在打我。哎呦，我你改了哈、欸，我改了，我改了，我吓到，我他妈又中毒了，我气。没有，我改了。走喽、哦，附魔台都是一国书柜了，这么厉害。对啊，这还买？最后一个，他是呀。你可以丢去对面啊，这样我就有更多青金石可以拿。还有一个在那躲。
玩九遍岛都没核心哦。有了，我再补，再补，再补。好，我们那个前线他们的战神也要变成比较好的守护战神。好，有买守护了吗？我没有，我有。守护战神，有人有多的角角吗？看性二。那个我有没有？前线有保护三的。好，我来了。这里是跳不起来的哦。我说忍耐，这个职业好强哦。是跳不起来的哦哦。好像该换职业了。你在干嘛？哦，我在研究可不可以不用跑酷去他们核心。小黑在哪？不用。前线战神，前线的。哎，没看到你啊。前线死掉了。前线的。哦，你不是哦。过中央右侧，来给你讲讲，保护山，这个是有抗性二的战神，有天使来了，来跑啊天使，上面有弓，天使我有罪，哎呦，这个要修，你上面很多爆，你上面很爆，我躲在这个屋檐，感觉比较不会被炸到。哎呦！我帮你当敌人啊！不小心杀人了啊！你杀人，你杀两个人了！哇！完了！你有罪！我还是故意维持底伤，是为了消耗血量而已。你要去找神父了，你要去找。小雨，这里在挖，这里在挖。我没有那个，我没有。哦，好。很多核心啊！哎，我们家核心，哎，我们家又被打了，我们家被打了。有偷偷来挖吧。那就、啊、有人吗？挖回去！冲了！不是短时间只能挖一次吗？对啊，短时间挖一次。是挖完之后会有一个缓救啊。哎呀，差一点点呢、啊。走，哎呦，他被救到了。这有一座岛哎、欸，这是什么岛？挖！我听到有人东西爆炸、欸。哦，死掉！我对一些人已经没有加成了啊！哎、欸，等一下啊，我应该变天使才对啊！我现在杀人数这么低，哎呦，他们蛮多都杀很大哇！我看你们在凋零花之间对战呢，哎呦！我看到还在丢，我把打死！哎、欸，那、啊、再一次啊，算喽。哦，那是90秒啊！刚，这职业我觉得超扯。B 六零中啊 ！B 六零，哎呀，我要死！哦，原来这里可以跳上去哦。也是因为我装备很强啊，都是保护师。哎、欸，还偷挖？你他妈偷挖，偷挖，偷挖，过来！快！家里有是隐形的，一直在逗留。可以发光？可以啊，可以，我很好。发一下。然后其实想捡。再挖个四次。抓到你了！抓到你了！一箭就死了。红色。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难跑啊。这个蛮好跑。他们家核心一堆人。我们都亮晶晶啊。你有没有炸的？给我们炸一下。有没有稿子把他们家挖一下？哦呦，碎！哇，发现六，好强哦！不行，我要被毒死了！天哪！有念呢、欸，现在应该才三个人哦，狂炸他喽！有没有保护三？我是保护四，才三而已。堕落天使哦！我没有伤害加成啊！小影你好凶、啊、我砍人的天使啊，我才不管砍人的天使啊我就砍好凶哦好凶哦你拿敌方家核心在拆干嘛 BOBO、哦、对酷啊啊我稿子没啦我快挖掉了就不要打金克才是我们的我去拿金稿双天使初级我就砍他要死丢进去哎呦哦呦！就是他开炸，他炸自己家哎！我又挖到了，快跑！他这里是凋零花的地方啊！救命啊！凶起来连自己家都炸，凶起来连自己家都炸。不管啊，他只要能够炸到你一下就开心了。
迪叔，我要去了。没事，我在跟你讲什么话。I got you， 不会让你死的。等一下，我走了，我走了。我不会让大师兄死的，我不会让大师兄死的。我打了，哦，他好像三组的绿宝石。哎，他还炸我啊！我的天哪，啊！我要买蛋了，等那个彪彪被炸死，我们再动。我不要，我要毁了，叭叭叭！天使来打我，天使克星呢？天使克星，他们超过天使哎，到底在干嘛？这个为什么特不挖？追又一个天使，下去，追我想追，我先了。这个力量我放了，有，哎呦，我觉得我抗性二了，我杀人数还没很高啊，所以我可以。哎呦，我也天使，两刀死一个。因为刚刚是矮人哦，刚刚是矮人哦，刚刚矮人啊，没做事啊，下面天使了。啊？什么？这个？我一直还没玩这个。玩什么？很烂。我十字弩。嗯，这个。我们家有一个。可以爆炸街。哦，好，没事，他是。你说一个感觉很可怕的。爆炸街。啊，填蛋。到。哎，融化不了，你是被天使打死了是不是？我炸了！我等下炸他们核心那里。哦，不能挖是不是？现在不能挖吗？啊？冰族的是不能挖。我炸！挖吗？还是很炸？我刚看到爆掉的画面。没关系，让我来挖。好。冰不能挖吗？我嗯，大家装备现在都第一下就没有在怕，真的。哎、欸，那个凋零花好像也会触发他的忍耐。啊、欸，对，那你就赶快去被毒一下，然后进去狂打。不会吗？对，凋零花不会，他是玩家打，然后被箭矢射到回。哦，箭矢。但是我在那凋零花，然后被他们打，我也就还好。超级做好，也雕不死了，至少一定会死。哇，你们对他们好，没有要惩罚他们。对啊，那么好，开门喽！以后大家都不敢玩了。我就看着你。啊，可以用，可以用，不用，不用，跟他们同在了。我没有，我不想死啊！可怜。老卡，老卡，老卡！哎、欸，不是什么拯救！要走出来了，要走出来了！辛苦啦，辛苦啦，休息啦，辛苦啦，辛苦了。然后驾驶，对。哎呀，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哎呀，明天应该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会不会画画哎，因为我在想云月到底要怎么画。如果要画的话，好啦，那就这样啦，赶快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感谢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